今嘛要误回头，卖路给路。那呢？你跟我走啊！咱去国外，离家远远，就咱两个人做伙生活就好啊。阿伯将，安尼你就会当看到较早迄个单纯可爱方安乐。我是蔡主任讲的机心，我带田兵来服务的。这五星伫倒位拢会当做善事啊，而且将来带有阮爸伫的。咱去美国，你会当伫遐开道场，我会当进修彩妆课程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你若是唔肯离开，嘛会当啦。我留落来陪你，总共一句：你不惹尘埃，我不沾是非。安乐，你就是我的小妹，你莫阁对我有其他期待啊！我也是亲像较早安尼照顾你啊。我无爱你照顾我，我爱你爱我。两个人做伙，总是会分开。一家人才能走到孤单，你别再客气了，别做回流到胡林的代理孕母，好不好？妹夫啊，我现在已经有心了。啊？你说真的？回流到胡林都已经知道，你感觉我会说白菜？不相信，去问他。你哪会这么糊涂啦？你就袂当替关心你的人去设想一下哦。这个问题要问你家己。你若真正为我设想，那安尼才是我的感情啊！我得当变作过去迄个方安乐，爸妈咪敢放心吗？会长甲夫人哦，不是真心对待你的啦，因只是利用你。你真久。无为着我这么激动啊，足怀念的。这才是我的主宰哥哥嘛。安乐，我一点都无变，变的是你。你怎么变到安尼？我看你足艰苦的呢。你若真心疼我，那安尼满我的愿，跟我做伙。我肚内底的囡仔根本就无重要，我自家摕掉。我只要有你就好啊，安乐，过去你把酒看起来就单纯呢，阿妈今麦看起来，拢是忘婚，你今麦是在破病啊？我带你看医生，好不好？我无病，我无破病，是你无爱我，一直找理由要拒绝我，代志才会变安尼。